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。加点线索，加点料，现点现做，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、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请找到密码，逃出密室。我知道了。恭喜解锁 M 密室第一关！来，我们一起喝美年达庆祝一下，干杯！喝口美年达，来灵感密室小程序，一起线上云逃脱。好难啊！万般线索皆可破，我是人间必胜客。万千方万座山，一吞乱就过关。遇到困难寸不慌，一口必杀一束光。前面障碍别走开，不靠头脑靠手牌，不是套路只是变异的三个不播音。万般线索皆可破，我是人间必胜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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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充满着自信走过来。本周蜜桃团化身古建筑勘探队队员，通过抢数字的游戏来选出队长。四在场上，我赢了。并由率先完成考核队伍的杨幂担任本期队长。任卡来了，你看看。接勘探队要求，带领蜜桃团登上旅游大巴，前往安宁村陶宅进行勘探任务。谁叫唤呢？途中，地陪大胆告知蜜桃团，安宁村陶宅发生的恐怖传闻。大约是50多年前，在咱这安宁村，整个陶宅所有人一晚上全不见了，还能听到有女人在哭。太可怕了！陶宅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蜜桃团能否顺利完成勘探任务，为陶宅建档立案呢？摘了吗？你们没有摘，你不摘不摘，等会儿。不是，我老感觉有人在我旁边呼吸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在第一个特别不合适。今儿得忍了这么长，还有台阶，还有啊，往上。台哥还好吗？不行不行，哇，这后面好没安全感啊！你觉得我前面就有安全感了吗？安全感是自己给的。对，哇，好励志啊，好励志啊！过来人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励志，有味道。啊？是你不觉得有很奇怪的味道？我们还没开始录是吧？凯哥已经不行了，还没开始录。啊！什么？怎么了？感觉很刺激的样子。有一节台阶上有一个坎儿。我又跨过去了。好，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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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分开吧？我跟贾斯汀走了啊。不会又俩俩吧？咱俩幸好还是两个人。我现在被彭于晏绑架了。彭于晏，我现在被彭于晏绑着再走。我们不会是单人任务吧？站定吗？那他们呢？这后面的压迫感好强啊！啊，你后面还有压迫感？你不会最后一个人吧？啊，他可能不是最后一个人哦。哇哦 ！Oh my god! What's happened? 你想，如果关的是凯凯跟彭昱畅，那完了，那踏实了。那得咱们四个玩。对，可以。上那个十五招领那儿取一下就行了。十五招领。踏实了。
我们要不先找个墙就行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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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，有墙有墙，我们先靠着墙，我觉得比较。但我感觉前面有东西呢。哦，你说，你说。我就不应该走在这么前面，我也不应该走这么前面。下次咱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为什么要陪着你一起呢？那不是蜜姐安排你站到我后面吗？我俩不蹲着吗？你觉得蹲着是不是更有安全感一点？嗯，是不是他们要救我们？下面请每位玩家轮流说出一句带有建筑物的古诗词，不可以重复。哎，故人西辞黄鹤楼，一人我饮酒醉。一人饮酒醉没有没有建筑物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对对对，然后风火传酒州，传酒州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不是牧童遥指杏花村吧？就我那个。是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你要说一别的啊？那个，你先来吧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嘎嘎嘎！好。安得广厦什么来着？千万间。安得广厦千万间。一室一厅落九天。是一阁落九天。借问酒家。押韵都是对的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风火轮传酒州。风火轮传酒州。哎，正好我们唱一个。安得广厦千万间。安得广厦千万间。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好了。欲穷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用恐琼楼玉宇。好，可以，请摘下眼罩。我不想摘，我也不想摘。哇，这也太黑了吧！纯黑。摘吧，一起摘吧。摘了。有光，哇塞！哇！怎么？朋友们，我们这有人！哎呦！我来保护你。走开！是我娘啊！你们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一个新娘子。那姐姐别过来，真的别吓我。我可能先得适应一下。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吓我！我现在心跳180，我感觉咚咚咚。我用尽了我今天所有的勇气抬头了。看看找一下灯有没有床边吗？没事，你就抓着我吧，抓我肩膀也可以。这上面是蜡烛吗？这上面这个是吗？不是吧？是我，没事，都在呢，别骂街。我觉得找一下蜡烛之类的。看看桌子上，这是一个草。哎，有没有木头钻木取火呀？要不咱们找两个这个砚台钻木，菜。柜子看有贵人吗？里头贵人，打开之后，哎呦，哎，这这边有东西，看下面，这是个空的吗？哎，这有一个这个，哦，我看见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郭文，你高你摸一下，我知道，你高你摸一下，荧光球，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哎，这，嗨，鸟儿，把这鸟儿弄下来就有了。
呀。怎么了？没事了。谢谢你保护我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小意思啊。小姐姐，你先别，姐姐你先别摘头。走吧，我们起来看看。陈，幸好这不是我一个人拉进来，不然我会。哎呦妈妈呀！我很慌啊，我现在。看他那有张纸，宝贝。此次婚嫁非我所愿，陶组长将我置于死地，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。那有个窗户。小贾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这里面有个小姐姐。我们能开开吗？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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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开不开。我们要开这门，咱们先找线索呀，因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线索能干嘛。先看看有啥。噔噔，大家手鼓唱第一个，我们能不能欢乐。咱们是开这个锁吗？现在只有这个锁可以开啊。我觉得就是开那个，因为小贾从那边走的。是不是真的还是要找这个人啊？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哇，你看看这个。哦、oh. ，你就有个密码锁，先是青龙，白虎朱雀玄武，不下一世，青龙为送安妮，白虎为次送万金，朱雀为后。送兴旺，玄武为末，送长久，开门送新娘。哥哥姐姐们，我这有半夜，你们有半夜吗？半夜半夜板是一个身体机，半夜板是膝盖旁边的东西，不可再生的。不是，是纸。我们这只有青龙为先走安宁。四月响。肯定是先把这些都吹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开门送新娘了。你们外面有没有敲锣打鼓四种乐器吗？有这个，有个。有啊，这什么？这梳子。大老师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就是。哎呦，这什么能刮呀？就是这个，这是个玩具，不是，这真的是个乐器。那是青蛙吧？那是蛤蟆，就一个蛤蟆。这个是蛤蟆。这个是刮它的。就是这个，这真的是个乐器。咱们得再找一个乐器，来下一个什么？还能什么当乐器呢？什么都可以当乐器啊！哦，十八弦 ，B-box 是 B-box。哎，那不是一个小螺号第一吹吗？哪儿呢？小螺号就在你面前，就在我面前，这里、啊，机会在我面前。哦！我们找到四个了，找到四个了。上面有青龙白虎吗？第一个是青龙。
我们这个四弦乐器是不是就代表了所谓的青龙白虎？看见一个新娘子，因为他那边呢有人要结婚，所以呢咱们得找四样乐器，分别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然后咱们逐一演奏，他这门估计就能开了，还挺讲究，就能娶新娘子了。那咱们一起一线的不就完了吗？哦哦哦，你们要这样，你们要在外房的四兽玄吉位上面。哦，四个位置，哪有四兽吉位、啊、那就一个角吧。哦哦，青龙白虎，哦我知道了，青龙白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朱雀是男上北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上北，这是那关键是哪边是上？上北下南，谁在上面站着？挂，因为朱雀是南，是肯定的。朱雀南啊，对南。哦，龙是东，东方嘛，东海龙王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西海龙王怎么办呢？谁知道？那可能是留学的吧。然后那个咱们就东海龙王了。西海龙王。东在哪？东在哪儿？关键咱们怎么能认定这个屋里的东南西北呢？咱们看看这屋里还是有线索，能举只是具体的。它地毯下面是不是会有啥东西？哎，地毯底下。对了，对，地毯是搜索。对，都没啥了，把这个撤了吧。地毯是搜索，没有用，大哥。哦，看这花呢，花开富贵。看一眼啊，花开富贵是蜜姐的名，维多利亚的花开富贵。梅花瓣。哦，他这个春联里，这个剪是不是有什么？哎，这是虎，这是虎。哇，然后这个，这是老虎吗？这是虎。对，这是虎嘛，蜜姐，你看虎，这是龙，这是龙，哎，这是龙，对对对，找着了，龙虎，哎，这朱雀，这朱雀，你在这，你是虎，这是龙，这是那个什么，还差一个什么，咱们得再找一个玄武，你们要在外房的四兽吉位上面，这儿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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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玄武这儿，对对对对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行了，我们解开了。对，咱们试一次，我觉得咱们靠谱了，这个对了。来，我们开始了、啊。来吧。那我先开始了啊，东南西北啊，杨幂第二个啊。来了啊。好，顺序错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手里的东西的问题？对，现在咱们方位对了。我这个肯定是白虎了，就是你们每个人的东西其实不确定是啥。这咋解呢？哎，贾斯汀，你别离我这么远吧，贾斯汀，有点害怕。贾斯汀，太害怕了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不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？它这个不只有一个吗？对，有好几个。对，有这个凤凰，有龙，然后那里又有一个凤凰。但我们没有白虎，没有玄武呀。那是在他们外面了。你们外面有几只青龙啊？一对龙。有几只白虎朱雀呢？都是两个。那我们这又有一只朱雀，那三个朱雀，还有一只朱雀，还有一只龙，四个朱雀，一两条，三条龙，三二四不能，我试一下看，没有，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有关系啊？这咋解呢？你看，就有只玄武。哇，你看看这个玄武。
数吧，我们找先找龙了。龙，一只龙，一只龙。哦，这有只。两只龙。哎，这还有一只吧？三只龙。哎，就一只白龙，就有一只。两只。三二。朱雀只有这个。这一只。这里还有朱雀。朱雀有两只，三只。那这个整个大的算一只？可能算四只，三二四，然后选五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哦，这还是四只。嗯。四。三二。三二四，我现在浑身起皮疙瘩。冷静。来贴上。我刚在里面看到一个这个。朋友们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时候准备着。来奏乐。出嫁仪式。仪式起，四月立于外房四寿即位，祝敲三响，青龙为先送安宁。来，大老师，开始了啊！三下了，鼓拍五响，白虎为次送万金。一二三。四五，角吹四响，朱雀为后送兴旺。角吹四响，朱雀为后送兴旺。这是青龙，龙有角照就当角。啊，不对不对，谁吹吉祥？什么谁拍吉祥？好，重新说一遍。哎，你再说一下，青龙是什么乐器？柱，敲的，敲柱。就个柱啊，就敲这个，你就得敲这个，这不柱吗？写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敲这个，这是个乐器。那半天那破铃铛根本那是个装饰品。你们再说一遍，第二个是什么？鼓，鼓，这个是鼓。鼓在这儿，白虎。鼓拍五响，为次送万金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角，角是我。角吹四响，为后送兴旺。第四个呢？雨，雨是。刮三响，雨是这个吧？刮，这是你是雨。这个是最后的。对对对。对了对了对了。好，那你可以重新说了，朋友可以重新说了。在这，就是你要站在这个。他们来了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害怕。我们要不先找个墙先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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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！有墙有墙，我们先靠着墙，我觉得比较。让我感觉前面有东西呢。出嫁仪式起。咱们奏乐。咱们奏乐，我的那个呢？哇！一二三，你几下？五下。到你。四下。三下。二轮起。
起来。你得站在那儿，你得站在那儿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你五下，然后你，我刮三下。哎呀！吓着你的心脏！快！你得站过去。哇，别玩了！三四五五五下敲了，敲了，敲了！重新来！一二三！我刮三下。我这有个女的，你要干嘛呢？哎呦喂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、你看鹏鹏要死了。徐凯刚才一下从那边跳到了这边。真的？我刚跳了两米。假的假的，你接下来接下来什么奖？快接下来接下来接，快点快点，连接接接了啊！啊，给我三年了！哎呦，吓一跳！哎呦，吓一跳！好，叫假的。那怎么着啊？然后呢？他床上有什么机关吗？来吧，抬出来吧，开始吧。说一下那个作案动机，拿上那边小本小本做一下。这个人你看看是不是？这个叫什么？甄美丽已经死，已经走，已经走了。不是明真，什么甄美丽？甄美丽已经走了。此次婚嫁非我所愿，曹组长将我置于死地，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。哦，我们要出去。来来来，朋友们，有你们有钥匙吗？有钥匙。哎，在我这儿的钥匙，钥匙在我这儿。拿了那个钥匙，拿了，拿给家斯汀了。我开了，开吧。凯哥，你来吧，要不然啊，你来开吧。别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来呀、啊，开个钥匙而已嘛。开个钥匙，开个钥匙。你要是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要嫁给我。请走吧，凯哥。走啊，刚才咱们来开场吧，开场第一个吧。开场怎么走的？不是吧？可以，来，没事。我刚刚就在那个假人，我都没有抬过眼看过。你走一个，我跟你走第二个。我捂你眼睛。咱们一起行吗？是一起啊，来走。哎呦喂，回去了。哎呦喂，刚走一步，这是台阶。哎呦喂，回去了。哎呦喂，这么快就回去了？哎，等一下，等我拿一下这个。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往前走啊，没事，你扶着我，你扶着我，我们一块走。有台阶啊，小心啊！往左还是往右啊？咱们是往左还是往右？你先往前。好像不能往前了。新娘出嫁不回头，天赐良缘在前头。在前头。什么在前头？新娘出嫁不回头，咱们不能回头现在。别回头！我怎么觉得那轿子迎着咱们往前走？
真的往前走。哦，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哇塞！我上上上上上什么呀？上，往前走。哦，看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前面。往前走，抱抱你啊！哇！求求求求你了！没事没事，我在后面。我走吧，走走走，退。轿子转了，轿子转了，跟着出去，跟着去，跟着去，跟着轿子走吗？咱们跟着轿子，跟着轿子，跟轿走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走吧，朋友们。走走走。鹏鹏坐下了是吗？哎呀，鹏鹏跪下来了。鹏鹏要跪下了。没事没事，安全吧？安全。来，走，走了啊。别回头。咱们得跟着轿子走，轿子刚才右转了。快玩吧。有股风。拐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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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拐又拐，可能该拐弯了。这有个帘儿，等会儿啊。有股风，有股风是。哎，是从这儿走吗？哎，你看一眼，是这儿吗？不是这儿吧？哎，前面还在，还没到，还没到是吧？没到，没到，没到，往前。刚才轿子又拐了。看见了，等会儿。看见了。看见了。前面是一个空场。来，开了。开了，来，走，走。哇，先感觉安全感好强啊！走，我们往前弄一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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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接着走。啊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哇，太刺激了，舒服多了。你开，你能开门吗？BBQ 吗？那就是说明我任务没做呢。这有个铁，镇魂书。正月18是黄道吉日，特此证婚。今日族中之女陶小红出嫁，未敢自专，告知双亲万万望垂帘，以女之嫁又得平安，自此陶家无灾无难，族一族十，永保百年。就是以她自己的嫁过去，然后保陶家一族平安，然后但她就嫁过去又说那个她把我置于此地，冤。这陶小红之母，陶小红之父，他不是保家里百年平安吗？为啥还？哎，现在需要一些灵感了，我需要喝一个好喝的美年达，多种果味环绕，碰撞奇思妙想，来找一些灵感。哇，灵感源源不断了呢。这有个那个钥匙存放处，打不开。哦，哦，要根据这个来按这个。是刚才能按这个。对。哦，这还可以拿出来啊。哦。可以拿出来。花好月圆，送家婿啊。哦。它就是最终两边拼成那种，另外两句话就对了啊。真正没良辰吉日，我这边感觉像是良辰女，良辰美景，良辰美景，
景在这，良辰美景。淑女。哇，我这良辰美景迎淑女。好，行，那咱们记住了，咱们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我已经拿出来了，我就是翻好了，我拼好了。客进送红，客进这是一句话。来，迎人什么寿，比如说同寿什么是吧，什么什么同寿，送人进同迎，同庆送客，迎客，对，迎客送什么？迎客送人，迎客送，这应该跟这肯定是一样。良辰美景嘛，肯定先是四个字。良辰美景迎淑哦，送在这儿。还是这两个柱子要混的。良辰美景，那这有几个字？良辰美景肯定对了。迎淑女未必是对。花好月圆送佳婿。良辰美景迎淑女。以女之嫁，又得平安。不是，但是他们是嫁女儿，不可能是迎淑女嘛？送淑女。对，不可能是迎淑女，因为是嫁女儿。他说良辰美景迎。良辰美景，良辰美景肯定是对的。哦，他是不是不一定是纯反过来，是前后前后的诗都行？那也有可能。看看吧。你这是送完的是什么呀？续，我就续看看。续好，送好续。还有花呢，花续，花好月圆。花好月圆。花好月圆。哦，良辰美景对花好月圆嘛。良辰美景对花好月圆。对对对对对。这里。我们上一句没翻，就是这样句。不是这个花好月圆送佳婿啊。花好月圆不应该是迎佳婿吗？哦，我知道，花好月圆迎佳婿，良辰美景送淑女吗？可以，这是对的。对了，干得。一个是送，哦，就是这个时候把女孩送走，那个时候迎来这个姑娘，就这个意思。迎个女婿。亲友女出嫁，亲朋满座，待未婚还出者一人娶，喜鞋置于喜台内。未婚害猪者是谁啊？许狗害猪，就是他是属猪的。谁属猪啊？我属猪啊，但是我不是未婚啊。我也属猪，你也属猪，我属猪，我属猪未婚。那就是你，我早了。拿去，你因为你未婚害猪嘛，属猪的一个人去洗鞋，他自个儿一个人要去做单先生。那但我是农历属猪的，其实我可以属猪。看见朋友受难比自个儿受难开心多了哈，就是。你祝新人平安喜乐，白头偕老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去取洗鞋，置于洗台内。洗鞋不会刚才那个女的吧？啊，对。就是在刚刚那个女神的。对。艺人哦，艺人。必须得不是，肯定彭昱畅也属猪啊。我属狗的，我94年哦。你别乱说啊！我真的94年。你自己？没人属猪啊？我属啊，我属羊。已婚了，没有说已婚的。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只能送到这儿。走吧。哇，没事，我陪你了。哎，门开不开？亲友女出嫁，亲朋满座，每个人都要坐好。不是吧？喂，不，你们坐的再快一点。巧了吗？你也坐？你怎么也坐了呀？怎么回事？巧了吗？门开了吗？门。你开一下，你开一下。因为我们得亲朋满座才能开。哦，我真开了，恭喜你，还真是。害猪未婚，除了你，要不现在你承认你自己已经结婚了，好不好？而且还能有救。
不是什么都看不到，怎么去了？对，这个球给你，你拿这球晃。这也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吧？加油！对，还不让人赔还。我就拿两个鞋是吧？对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，这个球根本没有用。哇，哇，这，我不敢。你别自己吓自己，你真的别自己。要能陪你去，我们都陪你去。对，关键是我能陪我，你们就都陪啊。关键是不让陪啊。你得闭着眼，你就闭着眼睛听我话。你闭着眼睛低头在地上摸，你不抬头看，然后一点一点摸过去。你就唱祝你平安那首歌，一直唱歌差不多一段。鹏鹏，我特别想看你们俩一起去。我们去，这就是一季节嘛。你对自个儿这么自信？我们给他唱歌。加油！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不是，我真的夜盲的。哇，真的超级黑啊！大哥，你们快来看一看。哎哎，别了，别吓我。对不起，他好像去了，他胆子可以，对，没犹豫就去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我陪他去吧，你去不了。哎，鹏鹏知道那个门打不开之后，说我陪他去吧，那就只能太安静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别弄我。我们刚往前走的路有多长啊？心有多远，路有多长，好吗？30步就到了。30步，你往走30步就到了。你这样吧，哎。我们给你，你没走一步，我们给你数着行吗？然后这样感觉是我们一起陪你的，有用吗？没用，好，加油，走吧。人总要学着自己去学，去30步就到了。取鞋呀。哎，往前走，别回来，别回头，向前走，往前走。别笑我，等一下。跪下也走也行。等一下。妈妈看见你是犯愁。哎呀，我好冷啊！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哎，别弄我。哎，不行。哎，啊！哎呀，又回来了！不行，好黑呀、啊！你出不来，我们出不来，能出来早出来，走30步就到了。你看我们这儿有光，我、哎、你要相信光。哎，别笑我，求了。别笑我！别笑我！对不起！别笑我！别笑我！
别回头，往前走，马上到了。哎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。快疯了，好冷啊，球一点用都没有。别笑，别笑，我到头了吗？哇，好冷啊，哇，这不是开着灯的吗？鞋呢？鞋呢？鞋，哎，没鞋，别笑，我去拿个鞋啊！我去拿个鞋，我去拿个鞋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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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拿个鞋而已，我拿个鞋，你拿个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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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别吹那个风，别吹那个风，好黑呀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棒了！勇敢的少年，厉害厉害，英雄！怎么样？一点事都没有。可以哈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呦，你说帅帅帅，一点事都没有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可以了可以了，太棒了，好棒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要不你先坐，你已经进屋了。您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喝口水。啊、被吓着了，吓着吓着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是吧？来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你是看到了那个？他就拿双鞋，所以我要放这个是吗？洗台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里。哦，那个开了，那个开了。哦，钥匙。你要时间人不要见个面又要走啊，一定来吧峰峰，走吧，队形摆好，阿弟，那我们要去哪啊？疼啊，你拿着钥匙好不好？搭吗？我拿着钥匙。对啊，就是你大老师，你走前面，走了啊。哎，退，又来了啊，退。这是祠堂，没事，哎，咱们有这起码有这个屋。哦，不行，没准左边左边左 边, 左边好吧。他会写俩字祠堂是吧？有声音，右边有声音。这不是祠堂，这不是祠堂，小贾。那门怎么了？小贾，哎呦，没有门，我这有门。这是个啊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那写着呢。是祠堂。哦，这有个锁。这钥匙啊，正好钥匙。哎，钥匙，钥匙。小心门上。蚊香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是放这些。好德，好慈，好心，好医。放这些。看一看。哦，这安宁村位于芒果北部边境高原，常年干旱少雨。芒历二三年，陶氏第一代族长陶安宁带领族人由鲁县迁来范阳郡建村。第一代族长是陶安宁。
陶安，陶安宁。你们看一看，供奉先祖的蜡烛，如果亮起，请尽快熄灭。但是其实它亮起来是不对的。怎么熄灭呢？是用这个盖吗？不是啊。那这个是？那可能用这个盖吧。对吧？哦，这个叫陶安宁，他是陶安宁。嗯。然后每一个要看一下他们谁是谁。盲力二三一，这是。这是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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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亮了，这个亮了，让他关了，让他关了。对，那扣上扣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扣的。哦，那这个扣，好。哎，亮了亮了亮了，快扣灯快扣灯。我。主要是门儿，我背好空，我背也好空，这样这样。吹灭蜡烛，吹吹吹吹，使劲儿，把你吹了。我吹。每个人要吹一个，门口那边，我吹，每个人要吹一个，你吹，站，叫人，啊，怎么还有一个加斯林怎么办？那个，我吹，吹，每人吹一个。别吃了！对视了一眼，他就被你迷住了，对不对？还挺好看的，那还行哈。我刚才看到他时，我是这样。我没叫出来，夸我。厉害了，我成长了。
我跟你们说，我疏忽大意了，就是因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吹蜡烛上，人脸出现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我后面的人的尖叫，我没有任何的惊叫，我就是。就是看似毫无波澜，有一点高手风范，那其实我内心已经炸了，就是大家是炸在地上，我是炸在里面了。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在晃神儿，然后脑仁儿有点疼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就是破这个吧。一共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七个呀。咱们来决定他们就是每个人放哪儿。那咋是怎么对应啊？而且上面这个是，哦，是固定的，是吗？四个都是固定的吗？不可移动。这上面也有那个什么嫡系横支。年份，然后来决定他们就是每个人放哪。这是最后，陶文仲。哦，陶文仲。那怎么知道哪个是什么嫡系吗？他叫陶什么？比如说陶安宁。就是，比如说陶安宁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他就是三个能组一个字儿。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双人旁。啊，对。哎，这个部首怎么着都在左边，对不对？双人旁在左边。对，没有任何字，它是在右边的哈。没有，这怎么在右边？没有任何字。双人旁跟什么能拼成一个字？好像跟哪个都拼不成字。哎，就是这个加这个车家引有这字吗？没有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三哥。三哥。三小子。胡哥。三，也不对哈、啊。哎，三哥跟这个。三哥跟王啊。这是汪吗？汪。汪是对的。汪有，怎么这里跟汪有什么关系啊？感觉跟这偏跑没关系。啊。李德林，李德林子，哲，看，我想想，陶德，好了，感觉被困在这了。那肯定是以上面为重要吧，上面肯定是第一吧。嫡系吗？是说他们这些人里头哪个人是嫡系吗？就是拼成他们两个？也不是，应该跟这个旁边这个没关系。只跟这些字儿有关啊。就是，是不是嫡系加在一起的那个笔画？相当于这个的笔画什么类什么那种数字，也不是哈、啊，跟数字没关系。咱们在这排主要是看嫡系，在下面这排看旁支。哎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旁支是看哪儿啊？就是拼旁部首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这支。深呼吸了，这是叹气呢哈。这个题特别解暑是吧？看着心就凉了啊。拔凉拔凉。没有什么提示。哦，拿拼音。一系。D。哦，这个 D 得意 D 嘛，这是 D，
西一系，这是系，西一系是对了，是吧？那念一，西一系。对。得词，得词，得词。得一滴吧。得词是什么东西？说你是特别得瑟。西一系是对了，那这些是前面那个是怎么硬组上的呢？得心应手。这排主要是看嫡系，在下面这排看旁支。拿拼音。西一系是对了，前面那个是怎么硬组上的呢？西一系是对了，得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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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样子的。的俄得啊 ，d e， 我们只要左半边就是 d。词一词 ，c i， 我们只要右半边就叫 i。哦，它是按那个，明白了。啊、哦，对，西这个叫左半边 x x， 一叫右半边是 i。好，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泼旁支一支，泼昂旁，泼泼。p 要左半边，普泼是阿嘛 ？n 林。折呀，您是这儿了，胡。离啊，乐一离，往那边是爱，还差最后一个，好聪明啊我们。啊！掉了，哎，听没听见声？掉死掉了，掉死掉了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。哦，来庆祝吧啊！哇！哎，上班了耶！好，有意思有意思，这个，走吧走吧。这样，大老师，我给您开门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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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还不知道呢？哎，对啊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开什么呀？锁。这屋里有要开锁的地儿啊。锁呢在底下喽。就这个喽。是锁吗？有东西吗？这锁是刚才开钥匙那个，这么打开的这个。这里啊，哪儿呢？啊！哎呦，哟，小朋友聪明啊，眼神太棒了。密道，密道，要钻出去啊！来吧，朋友们。大老师，你第一个吧。大老师，你第一个。来，谁在我身后啊？黄毛走第二个。出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没事，鹏鹏，前面有人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小仓鼠。哦，每个人要做任务了。这是血啊！这是血。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里面有个头发。哇！里面有个头发。哇！这是干嘛？来看一下，我来读一下。在工地挖到了一块石碑，组长看了上面的文字说，地下可能是一个古墓。我的预感不幸应验了，最近工地上总是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小王小刘都说半夜看见黑影飘过，真是很吓人。完了完了，水都变成鲜红色了，像血液一样，大家都吓坏了。组长说咱们得停下来想想办法，暂时不能再挖了。他们挖着挖着，所以就刚才那儿有血嘛。因为下面是一个古墓，说下面是一个古墓。今天水渠项目动工了，组长任命我为负责人，希望项目可以一切顺利，让我们可以不再受旱
灾的困扰。只要安装好这个装置，以后村子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水了。是不是有人去这儿接水啊？哦，那边会有水。哦，对对对。是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停满了以后我们就能拿到这个钥匙了。那怎么着，蜜？一共有几个呀？五个。我踩这个吧。OK OK 好。先停一下，每个人是第几个吧？停一下，每个人先试一下。一个人动一个。现在国伟是哪个？国伟，你是哪个？我是倒数第二个。我是最后一个。我试一下啊。哎，我是倒数第三个。那我这个呢？你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。对，我是第二个，我是第二个。我是什么呀？你是出水的。来来吧。我来接着。鹏鹏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，鹏鹏，来了，快快快，来，走你，走走走。就我们家不能有人停，好像。加速点，上一点，上一点，慢一点，再上了，再上了。第二个是谁呀？我又来了。第二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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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第三个是我。来，我快点。啊，第三个走啊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好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在下，我在下。最后一个最低就行，倒数第最后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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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一点，最后你高点，你高点，你高点，你高点不就完了？你高点。我累了，我也累。我们歇会儿吧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最后一个是谁啊？我，我。哦，大老师得一直动。他浮上来，咱们就能拿到这个钥匙了。龙吸水，来吸一个。哎，用这个。对。我累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中间是最难的，平衡一下这边，又平衡一下这边，发现都不对。对，那这个男还是那个属猪的未婚去那边取鞋的男？那个男，来吧，这个还挺舒服的，来吧来吧。要不你来这个，我来你那个。你第几个？我倒数第二个。你这是定制的，别人去不了你那。他那个也行。哦对哦，他有分高低是吧？我这个你估计不行，你那个绝对是你的。行，我这个比较轻松一点。来吧，来。我来了。第二个上去，第二个上去。
来，我也下来。哎 ，Justin， 你再高一点。Justin， 你下太低了。再上了，再上了。来了。来。来，最后一个下来。我知道，我在喊。我来了，等我一下。我再往下一点。好，哎，可以，老师，大老师。最后那个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跑得很快了。第四个。最后一个。有了 OK 这下多，就这样保持。多了吧，还有啊，大家停一下，看一眼吧，差一点，咱们再吵两回吧，来，难走了，加油！我好了，到位了，就这样保持，最后一个下去就行了，维持住。各位，别停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保持住！保持，就这样，加油！保持，加油！快了！保持！可以，现在可以，水一直在流，可以。保持，这样保持就行了。没问题，加油！快了，马上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再来一点，哎，差不多了，来，拿得出来了，好像拿出来了，来，我来，歌手长，牛！太累了，表面上以为是个恐怖密室，结果居然是一个体能的密室。我上去之后，我踩了两下，发现我是最后一个，非常后悔。最后一个，低一点，你高点。张博文好过分，他那个腿比我长出这么一大截的，他蹬3步，我要蹬15步，但是那个时候换位置也好像来不及了，就这么着吧。就挺开心的，因为经常会有一些项目，比如说体力的可能做不了啊，那这一次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体力上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自己也有出力，觉得挺好的。再歇两分钟。兄弟们，门已经开了。我都敢独自走在前面了吗？鹏鹏，来，来吧，鹏哥，来吧，亮着灯就没什么好。又了不起哎！先你们俩，凯哥你也走前面，你们俩双骄，来，这个没什么好怕的，绝对双骄。亮灯没事，起码得换一关才会吓我们。那可不一定，那在这楼梯上待着吧，然后一直亮着。哇！这就感觉我在拍戏，这不就是《仙剑奇侠传》拜月教主的地方吗？
哇，他们这家族还搞个祭坛。多有得罪。待兽首归位，沙漏时钟显示及时，摆放贡品至对应兽首顶盘内，仪式开启。哦，要还要摆放贡品。贡品？什么是贡品？这还有个库房哦。他不会要去库房拿贡品吧？哦，内有贡品存放。但没有药车哦，这是不是一拉就可以了？你这意思就是说一拉，你说有人开门是吧？直接说找谁？一拉，这是个门铃，就谁？对。那我们找钥匙就可以了呀。来吧，找钥匙。库房的钥匙。请摆放贡品之对应兽首顶盘内。哦，得看兽首了。十二生肖吗？对吧？哎，这国伟最擅长啊。对，鼠牛糊涂，龙蛇马羊猴就给我猪啊。龙头牛五马未央，龙四蛇怎么未央。终于 your turn time 了，哎，必须。关键从哪开始啊？鼠应该从这开始。子鼠应该从这吧。先放一试试吧。紫薯，倒过来，我说你倒过来，倒立。牛在这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虎啊。这是虎，喂羊，我是喂羊。鸡在这里，猴鸡，虎在这儿，应该全部对里面吧？嗯，那就对里面。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，还最后一个呢？在这，这是马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来，最后一个。你确定你要站这儿吗？他要黑狼了。好了，开始归位。不行，我们是不是各站各自的那个生肖面前？跟这好像没啥关系。一起唱歌，来，一二三，归位。还是不累我？还是不累。对，好像不行啊。你看，未必一次性摆对。这是鼠吧？鼠是这个，对，没毛病。哎，他不是，他这有个棍子，肯定是我们在中间写什么字是吧？沙漏时钟显示及时，仪式开启。哎，有一个那个转了呀，有一个沙漏正在漏了，这个还没漏。那其他的呢？
怎么只有这一个往下漏？从此时重置。从此时重置，沙漏时钟显示即时，仪式开启。现在就代表了每个代表一个时间。按时辰来的。每个代表一个时间。沙漏时钟显示即时，仪式开启。从此时重置。只有这一个往下漏。哦。从子时重置，它开始到了吗？那这是子时吗？这是第一个，等于刚重置完。他完了以后就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现在没有转过来，是因为还没到。子时是所有沙漏的一个开始。他开始到了吗？他到完就轮到那个到了吗？这应该是倒数。这是倒数第二个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等这些沙漏都到完之后开始重置了吗？这个是最后一个，所以这个是老板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对。老鼠给我一往后挪呗，来来来吧，开始吧。那这是猪，这是猪，走。先把老鼠放了。这狗、牛、兔、虎、猴、龙。转机。下面那个是蛇。马。对了，这个应该是对了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那绿了之后有什么？要找贡品。贡品，咱们得找上那钥匙，还能开着库房。再去摇一下那个铃铛。这是不是一拉就可以了？啊！哦，推呀、啊。里面能看见啥吗？那钥匙在里头呢。哎，那这个怎么开啊？没有，它就是给你一条缝。对，让你够东西出来。啊，在那儿。秘诀。那钥匙在那儿。是不是要够出来啊？拿东西往外够，够出来。行了，知道了，来吧。弄不动，慢慢摇。哎呦！有个人是吧？我看到了。那也没必要这么帅吧？就是被吓得这么跑完这么快。我看到了。然后我说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一个女鬼伸了个头出来。有个人摸手了是吧？哦。我已经被吓累了。你看哪？我在很专心的帮你顶着门往前看。然后就跟他对射了，是不是？然
八年就嫩。我没看见，就看见一个手啪。我跟他对视了，他那假发贼假。他假发贼假，但他还是吓到我了。我来试一下。我直接拿手给他挣过来吧。可以，给我那个给我。这个环节就是被国伟设置的。拿刀吗？哇，厉害厉害！来，进门。肯定走了，那真跑了，他就躲林子后面。他的脸后面是啥？人呢？那里面啊，刚才就在那里面出来的。你过来啊！你现在有本事，你现在出来！气死我！你过来啊！这样，是治秉世家，必胜客，地传当家，陶必胜赠。为其为必胜客披萨品鉴之，谜题可破，易得贵中之物。嗯，得吃才能甜，看看什么味儿的。好，菠萝，我也想品鉴，来吧。饿了，好嘞，又等。一口吃起来真是超满足，有了必胜客披萨，解谜更有动力了。芝士、牛，第三个是那是榴莲，四个是鸭肉。这九个字儿这么着可以翻，它是这样的，它四个字儿，什么什么什么必胜肯定是。哦哇哇哇哇！大线索，配方：若虚实之，先静而后之，待其发酵充分。这是不是做披萨的过程啊？巧火烘制，出炉香飘十里，事必躬亲，方得出凡入圣之良品啊！是不是四种原料，然后做在一起能做一披萨？这意思？牛，一脚踹开得了。对，一脚踹开得了。喂、哎。哎你这不可以，你现在不怕帘了，你亲手下帘，哇你好棒。放下来啊，放下来啊，玩上了。数呗。如果咱们现在有几头牛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牛一毛。还有芝士。就是四只，四只无力。三十一斤。第二个是牛是吧？牛，九头十一头十一，但他这没有十一吧？我们没有十一这个数字，它是不是一个顺序？一个？是不是？一共几排啊？四排啊。它这应该不是数字吧？又来了。哦，能透着，这样是不是站远处这么着，这么着看？哦，站在这个后面。是这样能看到什么字儿吧？这样能看到字儿，这是实至必胜。
什么必胜肯定是。十只必胜啊。哎，这样的好，十只必胜，那就是这个十只必胜。所以呢？不是，他这个和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对应着什么？线。跟这个对，跟这个黄黑有关系。这黄黑有关系。我好像知道了。嗯，报价。对。那个十第一行。第一行是十。有几个那个知识吗？一个知识。这个知三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头牛宝贝啊，第三行啊，画了三个吗？跟这个对，九头牛一九，一是两行，两行第三来着？我留言，不止四个，九个，一九九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那个鸭子，哇，没有，1990，1990试一下有吗？有种感觉对了的样子。来，开了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厉害！等会儿，管家手记，不重要的采买。组长和那帮人真是作孽啊！叨扰仙人既是大不敬，接二连三的怪事都没让他们忌惮半分。这是血啊！这是血！今天我们在工地挖到了古墓。小红这孩子也是可怜，那些人为了保平安，竟然还要用火烧新娘这么残忍的方式，连他的父亲都因此被连累害死。哎，这陶小红之母，陶小红之父，他不是保家里百年平安吗？为啥还？他的父亲都因此被连累害死。所以那里是烧小红的地方，就那新娘子是被烧死了。啊！精彩！这看一眼这是什么？哇，蜘蛛干儿！哇！走吧，那我们拿上我们的贡品，走吧。大哥是真的蜘蛛干，我真的。啊，这个我还行，我来吧，这个我行。给你核桃吧，补补脑。哎，核桃还好一点。补补脑，是放哪儿啊？问题是。摆放贡品，至对应兽首顶盘内，仪式开启。那不有十二个位置吗？咱们这四个放在十二个位置里吧。怎么放呢？去看一下呗。走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蛇是不是要黄酒啊？哎，对，哎，是不是？蜘蛛，鸡可能会吃吧？鸡吃害虫吗？鸡偶尔吃蜘蛛，吃蜈蚣。蜈蚣也吃吗？对，它主要是孙悟空那关。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那个蜈蚣精，不是被那个对那个某日星君给啄死的吗？啄死的吗？就好有条件的，这个给你卡住啊。这个柳枝呢？
柳柳牛牛牛牛柳哎柳牛，我觉得牛是对的，你说的是有可能。那核桃怎么说？全给弄碎了也还行。我看看，哎，核桃还不错，新鲜的，你尝尝。你核桃里有什么呀？有营养，补脑。核桃是干嘛的呀？哎，是不是透明的呀？就是能，是吗？特别难。还是说这么看能看出来？不行，我撕不出个画来哈。嗯。比如说柳枝，它能拼出来一个动物吗？叫某。哎，就是某石，这个是某吗？这字儿念，就是这个柳的这边。某石有这东西吗？某吗。对。对，念某。哦。我这是酉时哦，酉时啊，你是亥时，亥时，你是猪，你是猪，你是猪。酉鸡，酉鸡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那我卯时是什么时候啊？卯兔啊，卯兔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蜘蛛的蜘啊。这蜘蛛怎么算啊？猪食吗？有猪食。干。这些蜘蛛干是啥呀？干。比如说这个蜘蛛的“蜘”字的这个中间这个字儿，你怎么念？圣斗士星矢。对啊，就说是中间这个字嘛。矢。也没有这个矢。口。木使用没有。还是说少一个？还是说少一个。三六四蛇未央。或者把弓。这是不是未是？四。哦。猪把那个点去掉，不就是未吗？哦对对对。未央。未央。归位。归位。对，我的妈呀，我还给可以哇！你长大了，你都没来及害怕的是吧？没来，我其实很害怕，来及害怕。来一个，走，这个我第一次还来地洞里边，咱们玩这么多季，第一个有地洞了，好神奇啊！来入坑了，入坑，上够，你可以入坑，不亏，入坑不亏，入坑了，上，没事，你先走，你走完之后把盖盖上。我就是怕这个，然后你走，我们一关门就完事了。钟伟，你先下去，他先下去，没事儿。可以接我。好。对他接我们。你接我们。来吧，小贾，你再第一个吧。那我来第一个。好。来，往里走。我这确实是有点不太行哦。贾斯汀，哎，是你吗？哇，这是真黑哦，哇，这跟闭眼是一个意思。前面要转弯哦。哇，这是真。往哪转？往右转。哇，好黑啊！走得了吗？走得了。
我后面好像有个东西跟着我。可能有人在抓我手是吧？我吓我一跳。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坚持住啊，用鼻子呼吸。怎么了，江司令？江司令，你在哪？在这儿。哦。我。看见了，没事我的妈呀，他不会再吓你了，我下一次就可以了，提前给他跪好都已经好到洞口了。哇，到了吗？到了，这就光走。别吓我了，美女。扶一把，走，好，可以了。那红盖头是在哪儿捡的？在出来的时候捡。小红可能从地道已经跑了吧。此次婚嫁非我所愿，陶族长将我置于死地，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。那些人为了保平安，竟然还要用火烧新娘这么残忍的方式。所以那里是烧小红的地方，祭奠了是吗？就等于祭祀了。小红可能从地道已经跑了吧？掉到地道里面，好走。这小红没有死。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搜一下这里啊？找钥匙。就这个钥匙吧。应该就这个钥匙吧。这都拿不出来。这个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找找。WiFi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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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Fi
哇，鹏鹏好厉害啊！哇，该我了。我一看亮的我就敢，我不亮我就不行。手握每天拿灵感急速打。我也没出声，我也没碰你，我就碰。我就是突然看到那边有个影子，你知道吗？上工至规定时辰，可根据木牌指示放正确口味的美年达启动竹筒沙漏。这个是竹筒沙漏。哦。启动后可见竹筒放动，稍等些许即可获得钥匙便离去。这里是在这五个摆规定位置的美年达，对吧？木牌指示。是这个吗？可根据木牌指示是这个木牌是吧？对，来了。
良辰美景暖阳照代表了什么？黄果，黄果酸甜三日香。来，黄果。橙子呀，不就是橙子吗？春藤上架朱四玉，紫缎入口。哎，第二个是紫的，紫。餐饮白露青花藓，青果。这是青果对吧？夏日椰。夏日椰是第四个。最后是百香想满意凤来仪。来吧，开。顺序不对，黄果酸甜，黄果是什么东西啊？橙子呀，青果。青果也只有青果这个，紫的是这个，肯定没错。嗯，椰子。夏日椰林，椰林肯定是这个一个吧？椰肯定没错。难题，碰见难题怎么办？对的，是对的。凤梨、百香果、凤梨，然后椰子嘛，椰子，然后青果。青果是不是苹果不对？是不是苹果不对？因为这两个是肯定对，这两个也肯定对，就这一个了，就这一个了。哦，你这个分析还是挺棒的，这两个肯定对，这两个一共五个，然后中间这肯定不对，这是人类奇迹。青果就是青苹果吗？你看我青果怎么不对？还有哪个是青果？那这么说，每个都对了。那就是顺序不对了，咱们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吗？找牌顺序都试过了，都不行。黄果酸甜三日香，有数字。哦，橙子是三。橙子是第三个，这题就是耳机线它绕你。春藤上架，朱四玉。第二句里有哪有数字啊？朱四玉，四。这个谐音谐到这个程度吗？这就是。春藤上架，朱四玉。玩这个了。出，青果出城。出是一，牛。金钱双搭琼浆。双二。那这个也是不动了，就肯定在这了。对了。前面写的什么？此地突然怪事连连，现出了一个少女的生命也不见好。大家提高警惕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此乃芒果上古祖先夜郎王墓之所在。待到取得夜郎王玉璧，一众芒果村民即为无用，可尽数清除。哦哟，该玉璧轻视难得，难掩其灰，其价值非城池所能比拟。哦，玉璧，假国监工。什么？待到取得夜郎王？就是当我们取到这块玉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都可以死。这么暴力。走吗？来吧。怎么说？硕的，亮的。硕呢？亮的。嚯，你们俩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谁推门。嚯，你们俩互相吓还行。来吧，鹏鹏。这里应该没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有什么不敢的呀？
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就不行了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哎，你就怕帘儿对吧？啊，对啊，不，嗨，嗨。哎呦喂，萤火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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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走。你多点多交点电费，老那个。在哪儿啊？走。哎，这有打呼噜的声音。走，往这走。那么勇敢的带着我往前走，这是个什么？我真的不想往前走。我也不太想往前走。哎，大老师，大老师，大老师是谁？你往前走，大老师。自居老师这个人多讨厌。然后那我在哪儿呢？啊，换队伍了，换队伍了，换队伍了。哟。哦，是个床。这是个还有枕头。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哎呀，不想走这么窄的地方。走啊！往哪儿走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母鸡啊！走啊！你走啊！哎呦呦！站我这，站我这！开灯。是不是有人？这是一宿舍。什么呀？哪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好多铃铛，你们小心点。来了，这儿。我们只要不踩到铃就可以了。不踩到铃就行。哎，不是，这地儿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我们溜边走，可能就踩到铃了。去哪儿啊？这儿死路一条。左边是不是可以、啊？左边。没有，不行，是墙。哎，上面有楼梯，你看灯旁边。哦，左边楼梯。啊，不是吧？走吧，上去吧。我等会儿你啊。前面是个人。假的。这人还挺管。前方有路吗，大老师？有路，我觉得人生的路要靠我们自个儿走。走吧，走吧，可以爬。真人，走啊！我踩着他怎么办呀、啊？我过去了，好。哎，你少年，你快过来呀、啊！这边是头还是这边是头？这边是头，因为我摸到这边是腿。啊、哦，摸是真人吗？咦，是真人，有腿毛，我们摸着腿毛了。刚才那个假人没有毛，上面有腿毛，上面有血管。
要不要走啊？来吧，走吧。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着呢？现在又卡住了。上这儿门能开吗？开不开？开不开？这边也走不了。哎呀，这边走开开不开？没有路啊？不对，我们这边被封住了。是不是这条路啊？是这边吗？哦，可能是这条路，这条路，这条路。那你走第二个吧。我不 BBQ 了吗？我第二个。走吧。哎呀！来，童宝，别下来，别下来。哦，我这边好多铃铛，你们小心点。就是我头上就在这个地方特别多铃铛，你们要匍匐过去。我全是铃铛。一定要匍匐。可是我得等。老师不会吓我吧 ？OK 的。好多铃铛，哎，一定要趴着走，一定要趴着走。哦，这有铃铛啊。好。腰在这里，腰在这里。啊，这声音。下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就这么下来就行了，就这么下去。啊！跟他握手，跟他握手，打不过他，跟他成为好朋友。打不过就加入。哇哇！呜呼！现在要下楼梯了，不要碰我啊！有过的，爸爸。要下楼梯了，不能碰的啊。这样，把腿搭过来。来运他，运他。来运他，运他。把腿搭过来。哦。哎呀，来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不踩到铃铛。这，这边啊。哦。有信了，有信了。娘，我一切安好。贾国人说，只要挖开墓室，就会放我们回家。我的床铺挨着厕所，下床走几步就能到宿舍出口，非常方便。陶二、陶三是两兄弟，都睡在靠同一墙的三连床，两人床铺隔得很远，每次我都找错。完了，咱们还得找他们。我分配一下任务吧。我在等英文，等英文。陶二喜欢把洗脸盆藏在床下，对面床的陶大看到就会取笑他。前夜我本想趁着队长熟睡的时候去偷他身上的钥匙逃跑，但是摸黑没找到，后来才发现队长搬到了八字胡陶三附近的四连床上。记录下这些琐事与家母分享，希望尽快与您相聚。哇，那是厕所，我看到了。那是厕所吧？那就是厕所。对，他住在厕所的边上是吧？嗯。我的床铺挨着厕所，下床走几步就能到宿舍出口，非常方便。咱们先找一下出口吧。应该是在这边吧。咱们其实可以过去。要不要过去啊？走吧。是，过去吧。哎。那个茅房是不是打开之后有个地下出口啊？不是哦，这边不是。贾斯汀怎么样？我刚还行吧。那牛，可以。你从这儿走走看。嗯。
你去看一眼，我们去吧。你现在要疯，你自个儿去吧。试试，冲吧。可以啊，进去了吗？进去了。彤彤变勇敢了。也不是勇不勇敢的事情。但说实话，这边有点怕哦。哦，彤彤就在那边，就在那儿啊，就在那儿。他的床在茅房旁边，哎，对，下床走几步就到出口了，就是你那里，那儿，那是出口，就是那儿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就是这边，走吧。就我去也没用啊。没事儿，你去就够了，观众就这样看你。不是，咱们还没有钥匙。对啊，哎，我们没有钥匙啊。钥匙啊？钥匙。钥匙。前夜我本想趁着队长熟睡的时候去偷他身上的钥匙逃跑。钥匙在队长身上。我们找队长是吧？对。这样吧，我在这看着这个灯，你们分头去找。万一这灯被人拿了怎么办？你要看这个灯啊。你是个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灯塔的。可以，那这样，我们就几个分开找，然后留旭凯哥一个人在这里。我觉得是那可以对吧？我觉得一起找会事半功倍。来找捋一下。我们要先找到陶二、陶三，都在同一床的三连床。三连床、四连床这事儿很难找。啥也看不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陶二、陶三是两兄弟，都睡在靠同一个墙的三连床，就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墙边的啊。陶二喜欢把洗脸盆放在床下，八字胡。陶三是八字胡，他有个八字胡子。然后队长搬到了陶三附近的四连床上，所以排除陶二，就另外一个三连床的。就是一个人就是陶三，然后陶三附近的四连床，就是队长。找一个水盆，然后就知道谁是陶二、陶三。谁有水盆是吧？找水盆。好，陶二、陶三都睡在靠同一墙的三连床，哪有三连？三连。哦，我懂了。这个是一二三，这是三连床。对对对。这个地方特别多铃铛，你们要小心点。水盆哪有水盆？找着，来翻床底下吧。哦，这有，这有吧？有。所以这个是陶二是吧？对。陶二旁边是陶三。嗯。陶三有八字胡，摸一个八字胡。这是不是陶三啊？陶三没有，陶三离陶二很远，但他们都是靠着这面墙的，所以我们要把正面墙都。就正面墙呢，都摸一下，就找陶三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兄弟啊！这个人有吗？不是。陶二、陶三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墙边的啊，肯定在这边。我们目标就是找那面墙的床上有一个八字胡的。哦，还得重新爬回去啊？要一起去吗？你的这个提议，反正就是说不是特别想，因为有点远，但是走，咱一块儿去也行，走吧。走吧，那走吧。走。彤彤都可以走第一个了，真的。这个游戏多。说到你才可以走第一个。我不可能。先走回路口是吧？对，先走回路口。小心哦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我们现在刚刚他说的是啥？找正面墙八字胡的男人。
哦，找到八字胡的了，八字胡在这儿。有了吗？八字胡。八字胡在这儿。哇，他离得这么远啊！我们找队长是吧？对。要怎么找姐？八字胡是桃山附近的四连床上有队长。走吧。就在附近，就是在这附近。四连是这个吧？这边也这个也是四连，这个也是四连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这边的人？摸他无所谓。哎呦，他不是假人，是假人。我在弄他，你在推哈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他呢？鹏鹏真胆大嘿。让他摸得着。找到了，是钥匙吗？得了钥匙，是钥匙。耶！走走走走走！快快快快快！他们集体复活，他们复活了！复活了！赶紧走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破他的命门了。兄弟，你的面子！来，先找灯呗。怎么会有台阶啊？这是谁的手？我的。哎呀！这又是个阵法，看起来。千万不要用光影点亮眼睛，这下面就是眼睛啊。豪宅房屋构造图，哎，咱们不是就要找这个东西吗？就是那个房屋构造，对，就这个。为了更好的保护建筑遗产，决定派你们完成房屋结构图，为陶宅建立档案。咱们一进来是哪儿啊？这吗？这是拜堂的地方。哇，他们这家族还搞个祭坛，这还有个库房哦。他们是从灶里爬出来。咱们刚才在宿舍，现在是两仓对吧？嗯。咱们现在找出口。哎，朋友们，这有这个禾米包雪，逐日王土。那个说族长常说起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，那就用他的姓名来开启光明吧。用他的姓名来开启光明，姓名。这个人肯定是个名人，光明磊落。米跟禾，米不不米敏，
有可能是混合着一起，有什么偏旁，然后就拼成。它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字儿，这是一个字儿，对不对？越王，这边是个越。如果是竹字头，底下是土。生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它是中间这个可以跟这个也能拼，跟这个也能拼，跟这个也能拼，跟这个也能拼。是这个壳的。对，应该是偏旁部首。就是中间这个字儿跟哪个偏旁部首都能拼成一个字儿。我感觉是就是它，比如说还能跟所有人配。对，它能跟所有人。用他的姓名来开启光明，用姓名。这我们不是之前已经说了半天的。他算是回放吗？这干嘛？回放呢？这个人肯定是个名人，历史英雄，孟子、孔子、老子、老子、孙子、竹子、王子、秃子、子、子。因为子的话就是孟字嘛，然后米跟子是还是菜籽的籽儿，然后这个是子跟这个是豹，头孢的孢，对吧？头孢的孢，然后禾跟它是个稷，这样就是个稷，这是子，对，是没问题的，就是子。那这个呢？什么子？孟子、孔子。月那跟孟孔没关系，孙子，但这个是三个平移，哪吒三太子，老夫子，哦，就是老，老跟王能在一起吗？你看老在这儿的话，老跟王在一起不了。竹子头底下是个老，是个龙字儿，哦，那是个龙，不是，哦，那个笼子的笼。如果是龙，龙王是什么字儿啊？哦，那个笼子的笼。龙王应该是龙，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，战士。赵子龙，赵子龙，哎，子龙，开，看看老爷，啊，走啊，耶！其实我们子很快就盘出来了，但是龙就一直没有盘出来，我们一直在想什么子，老夫子，感觉都不对。后面我们就在想，子有没有可能就在中间呢？就有可能不是在最后一个呢？后面想，哦，赵子龙，嗯。哎呦天哪，还带亮，我是个灯。哦，我们有灯了，太好了。传说，阳光通过塔尖点亮被封印的眼睛，将它们之间的纽带逐一连通，当整个图案亮起。就会获得安宁。组长喜欢一笔成画的游戏，只有了解的人才能知道连通顺序。希望组长不被打扰，用示安好。把这个拿开吧。来。哎，太阳在这儿。都有太阳这里。啊，拿着灯一笔成画，然后到塔上，就是不能回，在这个线上。就是我只要把这几个眼睛走完就可以，不能重复走吧？对，一笔走完。走这，啊！你只是围着边走了一圈，你跟画张画是一样的，其实。那所以他意思是？里面的也要走到，而且只能走一次。对他肯定是类似这么着这么着，就是这种来回来去这么走。往这走，哎，走这，二，对，然后再走这，一，这，然后再这，
一、二、三。朋友们，我这儿，看好哦。然后这么过去这样，然后就是走两个来回，再回来，可以了，回到这儿，对了，行了，就这意思。好的。哎，不是最后站到塔站是吧？对，就是这样，画两个八就行了嘛。没说要站到塔吧？通过塔尖点亮被封印的眼睛，阳光通过塔尖点亮被封印的眼睛。千万不要用光影点亮眼睛。千万不要用光影点亮眼睛。哦，这样，你看他现在那个下面那个。哦，对，还有四个那个，等于你能让这个影子这么转是吗？不能啊，他不能动啊，他动不了。开走了，现在是到这儿，亮了，哦，厉害，你得离近点，从上面，你得离近，你往前，你要站在这儿才能点亮它，它线才会短，对，再往前，我得站在太阳这儿，它省不亮吗？你要站在太阳这儿，你不行，你高一点呢，是不是就短了？国伟去举着。哎，快大一点，好。好。到了，哎，厉害。然后到谁了？到这个是吧？那个。三太阳呢？好，这四边的好弄。再下一点。这根。要举高，这个就可以，再高 ，OK。在哪一个？那个。这个。再来前面，再往前面 ，OK。然后回到这。对。然后再后蹲呢？对的。OK。然后走过来，得把最后这条线连上。就是。OK， 最后点。最后在这儿。Oh my god！ 你后退。哦。我那个摸那么活泼呀、啊。好可爱啊。对。开灯。哇，活滑梯。完了。哇。彭昱畅。多开心的事儿啊。萌萌，双胖加油！真男人，胖彭昱畅，真男人出卖。呜，能滑下去吗？能滑。没事吧，彭彭？哦，卡到我的小尾巴骨了，可以了，下来吧，去吧，第二个，快去吧，去吧，大王手，哦，要卡哈，我那国伟这腿行吗？没问题，我用脚控制点速度，走啦，对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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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太滑了，有意思啊，大老师我可以了吗？来，走，哇哈，哎，可以，其实挺爽的哦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哎呦呦！
哎呦！好，可以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走吧，下一位。哇，慢点。哎呦，你慢点，兄弟。这也太滑了吧！那不然呢？那是滑梯呀、啊。这不滑梯吗？这个。下一位。巧夺天工啊！节目组可以说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来读一下。嗯，这帮假国军人拿枪逼着我们村人给他们挖墓，出了那么多怪事也不让停工，墓里明明是我们老祖宗的宝贝。哦，就是来，哦，就是来盗墓的。然后所以出了那么多事儿。哦，还有陶组长帮贾国人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还要亲自领他们去找宝贝，老祖宗泉下有知，一定不会饶过他们。哦，我觉得那个组长就可能就是盗墓贼过来的，就想盗这个墓。那为什么献祭了小红是怎么回事呢？出事了嘛，他们就觉得要平息这个怒火，然后就把小红给烧了。对对，然后但小红被人救了。那这里哪里会开门？他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所以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开这个门呢？这里吗？就这个不有画吗？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嘛。两个人怎么样啊？这儿，在这儿。要拿水在这儿干嘛呀？得喝粥。好。盛完两碗粥，在这儿给他搁进去。他搁进去了，我们就会开。他要喝粥呗。嗯。那没水啊，哪有水啊？我们找找看。那底下是不是有井？开发掘入口。挖掘入口，对，一个入口可以走。对，那有井有水吗？有井吗 ？OK， 加油！好，什么都没有，啥也没有。那水要从哪儿搞啊？你们没发现吗？有，我这儿也有，好像是一水壶。哦，水壶。我想起来我身上有水壶。你水壶还有水？有。太好了。把水倒到这个嘴巴里面行吗？对，我渴了哈。倒了啊。我们像一群傻子在这看。那门为啥不开呢？哦，是不是还得敲一下门啊？喂，你好。哦，没礼貌是吧？主要是因为就没礼貌。哎，打扰了。我就知道啊。那要干嘛呀？我看一眼那张图啊。看他那黑色和蓝色的东西。这个黑色和蓝色的东西是什么？那个水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不是要调制出一种水来？不是普通的水。你看，它之前它盛出来的水只是棕的，然后通过那变成蓝的，然后给它搁进去。你们有什么特殊材料吗？你看蓝色的就是水，黑色的是啥呢？牛角。牛角？这没有牛角啊。是树枝啊，这好像只有树枝了。没有，是一个盛水的东西了。什么可以装水？现场还是现场找吧，找个碗。石头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生什么气啊？装水的容器，嘴。含着，我噗。嗯。是不是还得敲一下门啊？开一下门呗。对。哦。盛水的东西是弯的，弯的。好，那就是这个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啊。哦，还真是，你看，你看这画上，他鼻子上没这东西。对。倒水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到嘴巴里就行了。来吧，倒点。试试吧，可以。倒了。哦，蓝色的。哦，这里是蓝的。能倒进去吗？来来来来，装进去了。好了，好，开门吧。哦，真的是。哦。嗯。好神奇啊！哇，设计的这个。那不然呢？哦，好多蓝色的水啊。哇，这个撞得太猛了！哇，我大震惊！这不是一般人能过去的。你先试试。那咱就。我有点吓人。前面是不是有机关能让它停下来呀、啊？那有一个槽，那个槽。我要，我先试。那左伟先来吗？对对对，冲！啊啊！郭伟，哇哇哇！哇哟，可以！郭伟，就靠你了，就靠你了，就靠你了！哇，这个厉害哦！是不是有机关能让它停下来呀、啊？国伟，你看那边有没有机关？没有机关，没有机关。他说，每个人都得走啊。哇，我觉得蛮刺激的。要不你试试？我先，那我先，大老师，我先，我下一个，我来。犹豫，我跟你说，一点不能犹豫。冲啊！放加油，放放。哦，还行，可以下一个了。快快快，走！
看看这个，哎呦，你看你看，太吓人了！来，坚持住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哇呀，刺激啊！哎，你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怎么样？我不干，我先走了。我的天！哎！哇，你小心点。我不敢走。哎呦呦呦！我不敢走。坚持住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！蜜姐，加油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了，这一下可以了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加油加油，一点不能犹豫。哇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，往前走往前走，来不用停，来不用停，直接直接，不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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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。哎，我后面的人呢？他们就没过。大老师估计不敢了，你可以吗，大老师？我行，我加油啊！那你帮我快点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走。等会儿啊，他要是这样这样这样，好。大老师估计不敢。走走走，哦，这个可以。来了来了！哇！哎呦！啊！大老师，可以的，大老师。不行！哎呀！啊！哇！哪有哪有门呀？前面还有一个。来！哎呦！啊！啊！啊！快！啊！啊！啊！我这看着吓人，我看着太吓人了。看太吓人了，那个墙呜呜呜呜呜迎面就过来了，但是这好玩。哇啊！哎呦哇！但是这好玩。哇哦，不错呀。Justin 啊 ，Go Go 快！我来了。可以可以，来 Justin。来来来来，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加斯汀。加斯汀，耶！哇哈！我感觉这一次来密室，好多机关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，比如说这个墙，是我们录了三季都没有见过的，是挺刺激的。很好玩，很刺激，然后身临其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然后在现实中出现。我觉得特别的棒。来吧，开门。这是不是就往前推就能推开？他这里有个箭头。上台吗？是台吗？应该是台，我也感觉。喂，等等，哎呀，哇，哇，不好，穿来，好。还真是走呀，你要走，一二三，要过，往上走，来，有人过就行了，来，先过去吧，走走走，谁你扛的呀？走走走，快走。
哇，国伟你太厉害了！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停下，然后三二一，放！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化骨绵掌，海公公吗？对，化骨绵掌。金、水、火、土，五行相生，阴阳相对。有前任留下的信吗？哦，这是桃子。哦，写了一个桃子。看，哦，血书。哇塞，哦，血书，寒死了。假国狼子野心，进犯我芒国边境，企图侵占国宝玉璧，陶某权宜拖延，创造了诅咒假象，欲吓退假国人，却连累一众村民，索性设计保下小红性命。陶某今假意领假国人入墓探宝，实则诈毁通道，制造幻觉，引其自相残杀。唯嘱托小红传播鬼神之说，驱散村民，封存此墓，待后人重开陶某微薄之躯，一名家国大义，今已身许国，以尽匹夫之责，愿芒国早日重得安宁。陶稳重，陶稳重，陶稳重是最小第六代，最后一个。哦，他其实我们都误会他了，以为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对。然后他制造了一些假的幻象，然后结果还是害了很多村民，但是保住了小红，小红没死。对。还有其他东西吗？大家看看别人身上呢。假，全是假，全是假假假假假。来，这里有一个箱子，有人敢打开吗，朋友们？这有什么不能打开？别打了，对不起。我已经试过了，下一个人试。我知道，可以把机会留给别人。对啊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测试利用的，左上右。测试利用。五行相生，阴阳相对，那还是跟这个五行有关啊。阴阳相对，那就八卦呀。走，这是什么？要要要！你看，他给踩开了。要，你们两个一起踩一下，一起踩一下看。阴阳相对。哎，火亮了。咱俩只要一起踩，它就会这四边亮。然后呢？主要是，然后它应该是五行嘛，金、水、火、土，没有木。这儿有个木。这还有一个。
所以现在的挑战是同时踩亮两个之后剩下。估计有一个人得趴在这儿吧。来，我这块踩得了。他可以。我可以。你们去弄别的不得了吗？哇，真的为他设计的。对啊，你们去弄别的。你们踩上去了吗？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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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雨了。我这个水怎么这么大呀？怎么感觉你们那没有水呀？我这个才大吧？那等一下，去拿一下那个盆子。哦，我这有伞。我拿这个伞就可以。我感觉就只有水的水是最大的。滋啦滋啦。哇，你的水真的好大。我这个水是真水啊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他就是非得有限的时间去答题，你答不了就一直被喷水。哦，对。还有一个题，你看过来就是题板，有题板。五行合一，五行合一，相生相连，各色一路，互不交错，五路皆通，生门即开。不是，挪不动，挪不动，挪不动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的位置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一样不一样，而且字儿也不一样。有笔吗？我们？我有笔，我有笔。每个人记一下自己的位置吧。哦，懂了，在。来吧，来，那再来一次。我先记火的，好了，好吗？好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写完。五。等会儿我先把这个给你们一个一个记。哎，我顶！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到你写了。我已经，我直接记了，我直接记了。我金吗？金是对的。金是对的哈。啊，水。好嘞。你拿它垫着吧，你拿它垫着啊。那怎么还有人记着我的水呢？好，我好了。来吧，直接写吧，记住了。OK。五行合一，相生相连。谁？所以金生水，水生什么？就是金木水火土啊。水生木，水养木嘛。木生火，木生火。对，土生金嘛，反正就是这样过来的嘛。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不能挨着。谁生谁，谁生谁是能挨着的。哎，可是你看啊，像其实挨着是两个金，挨着是两个金。他认为如果那是金的话，我下四，因为我都是下四金跟土。没看错吗？确定哦，我没错。第三个是吗？还有那个金写对了吗？当然了。第三个是吗？第三个，我是第四个。不一样，咱们要记颜色，因为我这个金是黄金，它是白金。白金。什么各色一路？各色一路。这是红跟这个红，真的哦，那就是不用推出来嘛。那如果是按他这个逻辑，怎么不用推出来？连线嘛。喂，你好。咱们连线谁呀、啊？咱们连线是不是陈伟霆啊？对，陈伟霆。连线陈伟霆。场外援助一下。是要把相同颜色的连在一块对吧？那只有这样吗？各色一路吗？各色一路互不交错，就那个线不能碰到别的线，对吗？一路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吗？这样连的话，那就只能红色只能这样连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像对了。但白跟绿会打架耶。只能求求他们不打架呗。嗯。白到这个白，只有可能是。这白色是这么走？你这样嘛，你绿这么连嘛，你绕着走呗。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试一下看啊、哦，绿这么走，白这么走，黑这么走，
红这么走，黄这么走。对了，哦，耶，绿走了一个大圈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记住，然后给贴上，对，给贴上。哇，你好复杂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我只要走外圈就。对，我也记外圈。我记上一二。OK OK， 那走吧，来吧，就是这个逻辑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来吧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哆嗦，加油。好，来，加油。Come on。加油。冲。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。那个他时间长，我也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就开了。谁摆错了？谁摆错了？我肯定不可能摆错，我就一条线，不可能摆错吧？啊，你应该摆错，我就一横的。来吧，那再来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好像是我。要不你拿着笔的来摆。好好好，你知道黑的是哪吗？我的黑的，我你看啊，这个水在这儿，所以我是这样的嘛。你的棋子不会告诉我是这两颗，是这两颗，是这样的顺序。这两颗是哥哥，那你就得写在这里，宝贝。我是黑的呀。你黑的，那你黑的在棋子在哪？是这个棋子，就是这个是水，对，这个是木。那你告诉我们的时候就应该把水和木写在这个地方啊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但是他这样过来，不是，宝贝，正面是这儿，你懂吗？你看，这是你的正面。那这个就是水，这个是木啊。那对呀，回在这儿了，来了，他方向看错了，那所以错了呀，宝贝。你让小佳在这儿，小佳站着，他看一眼。那木明明在最左右边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他们一上来就写错了，是吗？水在这儿 ，OK OK， 我知道了。那不行了，重新摆，重新摆。还有纸吗？我得重新写了。我们俩的应该就是。我们俩应该没事，我们俩是一撇的。对对对，你现在就写红就行了，不用写黄什么，不用写火什么，就写红。黑。第一行第四个是绿。然后这是白，红就得重新弄了，红就比较麻烦了。主要是红有点比较难走了，红就只有这么一个走法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我知道你没跟我开玩笑。可是他会跟黄，尬上是不是？那黄、不尬不尬，黄从底下绕不就完了吗？对对对，黄从底下绕，完事了。黄从底下绕，你们看我啊，绿的老样子这样子走，白的是这样走，红的呢是这么走，走到这儿。黑的是这么走，黄的是这么走。OK OK， 来站位，走，来吧 ，Come on， 兄弟们，来吧，加油！哇，鹏鹏这个水是，他的水最猛。我 OK 喽，我也好了。成功了！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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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棺材升起来了！抱紧我！你听到我心跳了吗？啊，走走吧，走去哪？或许我们需要看一眼。过去吧。怎么着？这是出包子了？这是龙屁？这是不是桑拿？汗蒸啊？看一眼。我怎么了？你可以啊。从这边过来的。我说你飞了，飞到我怀里了。宝贝是吗？
但是不能动吧？我觉得是吧？我们一动宝藏就对，会天崩地裂，水倒流。我们这么着吧，你碰吗？怎么了？你不碰碰吗？碰碰吗？你碰一碰，就是你过来，你碰一碰，碰碰，你就拿一个试试，然后看看是不是会有拿个最大的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来都来了，拿个最大的。不是，这里有个门啊。哦，有个门。哦，这有个门，你点开，点开，点开，真是吓死了！哇！这里不进不去人啊！能啊，能！能进去，能进去！能吗？是通的吗？通的！碰碰碰碰碰碰！通的通的！快！这不好整啊！先让郭伟下去吧。我先下去吧，我下去接着你们。但是你看着点，它有多深呢？你知道深，知道深浅吗？我这个人从来不知道深浅，要不然胆子不会这么大。哦，可以吗？落地了吗？挺深。哇！然后呢？下面怎么走啊？你先帮我们探探。你外面出黑呀？黢黑，黢黑，黢黑，出黑是什么东西？那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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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走。哦，这边很亮，没有事儿，过来就行了。嗨，你转个圈那边亮是吧？可以。来吧，很简单，一点问题没有。要不要扶着你们？来扶一下，稍微我看一眼啊。小心慢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走，你就下去了。我们的友谊又加深了。等一下，对，我们别磕到喽。我先躲一下，你挨个送吧。我来吧。我先出去了啊。你出去吧。这出去是啥呀？那边？那边啥也没有。没事儿，就是一个道出来了就行了。出来了。其实挺刺激的。其实挺刺激的，真挺刺激的。可以，花样百出。走，往前走。呦！呦！啊！哦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走啊走啊走啊！有人追，有人追，有人追！啊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！链子用来就是烘托气氛的。哦，夜郎王，勤政为民，忧劳为国。夜郎国盛产玉石，常遭邻国觊觎，民不堪其扰。王以身涉险，领兵亲征，以致无人敢犯。然今王崩殂，举国哀悼。国有传世玉璧，由千年宝玉雕琢而成，以此伴王长眠。哦，盼佑家国安宁。所以那个这里是王的陵墓，是不是？对的。这里面有个人啊。天地万物自有规律。七星易燃，七星归位，铁环齐拉，必先降。哦，要一起拉？怎么一起拉呀？一起拉铁环。要上去一起拉环。哦，有字有字。
这有顺序的。他这个位置是不对的，他是按照这个来的，但是那个现在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下面是可以动的，你拉就拉过来了。对，我拉，我负责给拉过来，你们负责接这个东西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行，不行。哎呦！我觉得啊，要咱们就先下水吧。我看着跟澡堂子似的。姚光拿过来是吗？姚光在那边，姚光得放到最头，跟天璇调个位置。姚光齐了。姚光，下一个是太阳，弄到刚刚姚光的位置就行了。对了，下一个是玉衡。OK， 好，厉害。天权往那边挪，往左边，这边，往这边挪。对。然后天机，对，天书。OK， 到这儿。最后一个天玄，天玄是吧？对，这个。来吧，齐了，上来吧。谁先上？现在海哥先去，因为你过去，你才能跟国伟撑平。你就跑到最那边，然后你跑到最那边，你们俩撑平。OK。不，你是比我前后啊。然后我去吧。那我去哪？那哇塞，差点给我送上去了。你要撑住啊！走，拿住。我不用，我在这。哎，那看上去其实不需要咱俩了，因为他拿两个就够了。还得来一个，我来了。再来一个人就够了。抓住。你抓那两个，抓这两个。小心啊，各位，小心啊。到了吗？到了。一起来。3、2、1，拉。磁光灯。哦，有字有字。哦，这儿呢。吾乃修木之人，木至江城，已将七星顺序改变，作为暗法，以便五出木。改了，改位置了。所以的意思是重新弄。这上面也有字。这儿呢，哎，这儿呢，这儿有一个三角。这还有个一，它这个三角的形状不一样。有一个横是吧？啊？这上面没有其他的标识了。哎哦，你看他给这划了，这个不算。都划了。要不下来一起看吧，你就留国伟一个吧，要下来一起看吧。我留我在上面，一个个上啊。跳。好。这有一个三角，这有一个一，三角加一。对啊。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叫什么意思？它有一个三角是什么意思？上面有三角吗？上面有三角吗？那把灯给我，把那个灯给我。来，宝贝，小宝贝儿，
来吧来吧，小宝贝儿。这有一个三角。天书上有三角，然后呢？天璇。一。天璇是个三角，带个横。啊？不对呀、啊。再看下一个。天机是个 T。哎，不对。那天旋到了天机的位置，他换位置了吗？换位置了吗？哦，他给这划了。你在号召的后面还有吗？啊，天权是一个横。那就说就这应该是天权了，这边是天权是吧？这意思？对。玉衡是个竖的一，开阳是个干。瑶光是一个里边一个六芒星，外边是一个框。我们这儿没有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要给他排顺序啊？哇，这好难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找顺序啊。哎，什么字儿？我三角就行。排序的话只有这个。这有一个三角，这有一个一，三角加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按照他这个来，就是三角形加一个横等于一个三角形，三角横，然后横加一个一变成了一个 T。哦。然后 T 加一加横变成了一个干。那最后怎么变成六芒星的？六芒星疯了，啊，不想算了。那等于前三个是对的。前三个应该没错呀。前三个咱们是按照这个走的，对呀，肯定是对的。都有数。都有竖和横，都有笔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不会是按笔画吧？哦，笔画，还真是。三、一、四、二、一二三四五五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毛四怎么画？其实就两个三角嘛，六芒星。你好聪明啊，宝贝。你太聪明了，你说对了，就俩三角。那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笔，它外面还有个框。九跟数字有关系啊？1 1 2 3 4 5 9。1 1 2 等于4 3 等于7 12 加9 21。二十一加在一起一共是二十一。3 7 21。不是，加一块就是二十一，就是二十一是那种什么特别厉害那种。我们是几几年？他们还有这个？你们还记得？应该没有这个几几年，太复杂了。421。前三个应该没错呀。前三个咱们是按照这个走的，所以肯定是对的。那个第一个天书是三角形吗？嗯。三天权天璇，三一四吗？为什么是三一四呢？哇，52013 14。啊？什么？最后是个糖啊？三一，为什么是三一四呢？
物自有规律，七星亦然，七星归位。为什么是三一四？天地万物自有规律，七星亦然。为什么是三一四呢？七星亦然，七星归位。三一四呢？三一四，三一四吗？规律。三一四一五九二六。三点一四一五。三点一四一五九二。哦，还真是。哇、哦，可以哦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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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K， 来，我给他们排一下啊。天枢这个第一个还是三角形没动，这个呢还是一，还是天权对吧？天玄，然后第四个是还是玉衡，第五下面一个是肝，肝是开阳，这个是开阳，这个是瑶光，最后一个是天机。看懂了吗？懂了呀，派呀，这是。鹏鹏，听说你可以这个圆周率倒数是吧？我没有。他可以倒数三百位。你可以啊，对，我可以跳进湖里。山间一寺，还有斜线感。对，小时候就是山间有一座寺庙什么的。哦。来吧，我们来吧。好，然后第一个是天枢，没问题啊。天枢位。第二个是天权。好。下一个天玄 ，OK， 然后是玉衡，玉衡是对的，玉衡完了是开阳，开阳是吧 ？OK， 开阳是瑶光，OK， 国伟最后一个是天机，对对。OK 了，瑶光天机好 ，Go， 瑶光天机 ，Get in， 老公去，我去。来了，三，二，一，拉，拉，拉。那边红了，这有梯子，哦，还有这么一东西呢。国伟，你先过来，国伟你过来，对，我们先让他下。哦，国伟得接我们，我接你，我接你。来，我接你。谢谢。哇，这个。走，大胆。哎呀，哎呀。不是，你今天看人家走都不，你先上来就行了，来吧。行吗？行吗？你等会儿，蜜姐，你先别过，我让带大佬和你一块儿。行吗？咱们俩人他下不去了。没事，可以哈。走。哎，没事，走，跟着走。来，你们往前走，大佬，往前走。走。哎呦啊！那抓住了。他得沉下来呢，还得。我知道，我陪你往前走。走。好，抓天玄。好，天玄、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走。小醒了，就要下去了。好。可以了，好，接下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大老师，感谢，谢谢。OK， 这里边有个人啊，夜狼王，哦，玉璧，此乃蒙国上古祖先。夜狼王玉璧，轻视难得，难掩其辉，其价值非城池所能比拟。甲国狼子野心，进犯我蒙国边境，企图侵占国宝玉璧。陶某权宜拖延，创造了诅咒假象，欲下退甲国人。
朝某微博之区，一名家国大义，今已身许国，以尽匹夫之责，愿亡国早日重得安宁。夜辽国盛产玉石，常遭邻国觊觎，民不堪其扰。然今亡风俗，举国哀悼。国有传世玉璧，由千年宝玉雕琢而成，以此伴王长眠。汉佑，家国安宁。然后呢？哦，这有个那个掌。来放啊！跟着 HiFi 吗 ？WiFi。WiFi。跟着 HiFi。那我们就往外推呗，来，一起来呗。哎，还真行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走吧，嗨，行。只要人够胆，世界没人把我管。来，走吧。走啊。哦。哇塞。哇塞，这么高啊，走吧，是不是走上去吧，爬上去就结束了吧，那得来呗，好吓人啊。还有你看墓穴工匠祖师傅，来走吧祖师傅。好，今天就是我给大家展现特技的时候。没事，来不走吗，戴老师？哇，这个真的有点高哎，你们觉得？好了，这还有点高哎。不看下边就不高，没事。这挺高的，其实。我不看下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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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看下面。左右横跳啊，两层楼，两层楼差不多，各位两三步就爬上来了吧，应该可以，走。这是一个楼梯，紧接着另外一个楼梯。我出门了，出门了，走，看看。哇塞，外边是个仙境。全是那古董。走。哦，你看这。你们看这儿，这有那个族长陶稳重。陶族长，小红又来看你了。哦，小红。小红没死，小红怎么样？哦，长大了。已经变老了。想当年，家国垂涎芒国的玉璧国宝。逼迫咱们的族人盗取夜郎王之女，他们无恶不作，甚至还想用火将我烧死。当时我和族人们都误以为你苟且偷生，与贾国人狼狈为奸，被捕都在骂你。没想到你是帮派，你暗中助我出逃，让我免于一死。之后，为了保护全族人的性命和祖宗留下的国宝，毅然选择炸毁墓室通道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气。那保护我吧。为了不连累族人，你不准我说出真相，还让我散布鬼魂之说，驱散族人。这个我已经守了十年，如今我的时间已过了，好在我早已布好重重机关，还利用豪宅常年阴暗潮湿的特性，在陶城内培植了一种有毒霉菌，人们吸入被霉菌污染的空气后就会产生幻觉。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幻觉，其实置换了，有味道，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是血啊，是因为他们一进来就闻了这个。哦，他说用那些阵法，然后导致那些人自相残杀，就是让他们闻了这个，都是假的。所以咱们经历的那些死亡，那些都是咱们的幻觉。要不要再往前走啊？走啊，走啊！有人追，有人追，有人追！快冲！冲啊！都是假的，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。也能守护这里长久安宁。陶族长，陶族长的这个行为非常的震撼我们，因为他是等于通过舍弃自己的性命，然后与坏人同归于尽，然后守护了属于自己国家的财产。陶族长他虽然可能刚开始会被大家误解，甚至会唾骂，但是呢，最后发现其实他是牺牲自己小我拯救了大家。陶族长这个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。到最后那一刻，那个大翻转是族长保护了国宝，这个翻转是蛮大的。因为国宝其实是历史文化民族的自信，所以发现了国宝其实我们应该上交给国家，对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责任。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就是这样，就是伟大嘛，无私，然后为了保护宝藏，保护自个儿的信仰，愿意牺牲生命都愿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崇高伟大的人。当代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关注自身，关注自己，然后想不到为了说集体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国家的利益，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。每个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力量，然后应该去守护文物，守护国宝，然后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一种文化，然后不会落到坏人之手。壮志家国大业的人，那这种情操是值得尊重且去心里铭记的。然后呢？哦，这有个那个。哦，出门了，出门了，结束了，我们逃脱成功了。哇，厉害啊！逃脱成功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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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好玩，以后才来吗？当然了，一点也不恐怖。对，完全没吓到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中间有一段那个捡鞋那段，特别的害怕那段，其实也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今天的极限其实是捡鞋，就是捡鞋。今天的高光时刻，太狠了，我觉得那个真的狠。今天我们鹏鹏，哇，立竿见影，鹏鹏太棒了，今天。鹏鹏真的成长了，你今天都没跪。跪了。我前面半个小时就没站起来过，玫瑰啊！而且他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做了支线任务了。讲一下感受，就是感觉表面上刚开始都以为是陶族长是背叛族人的，
大坏蛋。嗯，结果没想到他最后其实是用自个儿的生命，是舍身为了别人，然后去保护了这个家族，对，然后还要保护了小红，然后保护了国宝。是，所以说我们要像今天这位主人公一样，然后坚守自个儿的信念，为了更多人的利益，对，为了更多人的利益，要不怕牺牲，好不好？舍弃小我，完成大我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密室大逃脱。一口美年达，灵感大爆发。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。万般线索皆可破，我是人间必胜客。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。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，尽在 MCity。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上微博参与密室大逃脱话题讨论，畅聊节目观后感。微博搜索蜜桃潇湘行，参与密室打卡活动，跟着蜜桃一起畅游潇湘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、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、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心社、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、指定问答社区知乎、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、世界如此简单、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、 Zucker 特别合作、百度贴吧、 WiFi 万能钥匙、智行、百度输入法、 YY 直播、网易有道、讯飞输入法、智联招聘、怪兽充电。合作媒体独立于电影，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北京网、国际在线、红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